岛上字幕，栖架上监视器拍到的两只黑翅鸢就像夫妻吵架。相机刚撞上去的时候，可能鸟会对它比较好奇，那常常就会有鸟在看镜头的这个画面。平常在抓痒啊、睡觉，甚至是互相抢壁毯、在打架、追逐等等，这个自动相机都会记录到。有的鸟它会直接站在相机上面，或者是站得离相机太近。为提供鸟类友善的生存空间，屏东科技大学研究员在全台农地架设猛禽栖架。2.0 的版本就是说，我们在中层跟上层各有一根横杆，可以让鸟来站。黑翅鸢它是喜欢站在最上层，那像菱角鸮它是喜欢站在比较矮的地方。架设栖架是为农民田里耕作，不是药。它就是可以吸引猛禽到它的田里面来，那就可以帮它抓老鼠，那就是尽量不要去依赖老鼠药使用，因为老鼠药也是对生态伤害很大的。目前全台总计观察到40多种鸟类，每种鸟在镜头前萌呆可爱的模样全都录，就像上演鸟界的欢笑一箩筐。大爱新闻屏东综合报道。